我们经常会听到伽马刀、X 刀，它们是什么呢？其实它们是放疗的一种，叫做立体定向放疗，英文简称是 SBRT。它是通过少分次、大分割的放疗形式，也是外照射的一种形式，通过多个照射野聚焦到肿瘤，给予肿瘤大剂量，那么周围组织少受或不受照射，那么就像刀切一样，让肿瘤组织坏死，那么形象的称为 X 刀、伽马刀。那么因为 X 刀、伽马刀，它这样的每次的分割剂量比较大，次数少，那么对精确放疗的要求更高一些，对精确放疗的各个环节要求更严格一些。那么两者有什么区别呢？伽马刀的放射源是钴六零衰变过程中的伽马射线，那么是以这个伽马射线为放射源的，叫做伽马刀。那么 X 刀呢，是高加速的这种高能的电子撞击钼靶以后产生的 X 线，由 X 线做放射源的，叫做 X。